Here we go, my friends. EDG versus FPX Best of 5 Grand Finals. This is going to be legendary. Kan Kan playing Razor. Teacher playing Reyna. What's going on here, man? Oh my god. I like this. I like this. New compositions. EDG 虽然现在占据了 A 的外围，但是想进到点内还是需要一些冒险的举动。来了，御城之息先给自己队友奶一口，应该是冯春奶一口御城隔断安装爆能器，这是要打树屋 all in 树屋的一个节奏。是的，而且这个御城给出来，因为在首枪局破御城是比较难的，所以第一时间点后是没有办法去进行骚扰，在华强人很多。I want to see life playing glove, man. 带有烟，对，烟里面有人，第一时间冯春先抓掉了康康。That was nice. 而后续现在这一波对枪是一波拉开的三打三，正面第一波对拼，柏林赢了。后续 Smoke 也打一个，球球能吸一口，但对最后二打一的情况下，康康拿下了康康单走。Solo solo， 对面猛枪抽了一枪，第二枪直接跟了过来，康康已经倒了。EDG 只能提速，但是 C 点的 oh my god, 这种反清速度非常的快。Only how long left? One to three. 只剩一个浩东孤立无援，四个方向几乎全都是对方的选手，踩雷飞剑逼到自己的脸上，没有任何逃脱的空间。Three to zero. Life 用捡到的狂徒收掉了对方。A 点去安置爆能器，康康想找机会。Man, these FPX players are really good. 就在楼梯附近。They are playing good, Valorant. They beat EDG. 为数不多了，但爆能器还是需要去安装。好的，黑章散去。安完爆能器能不能去活下来？Life play close. That was amazing. 球球在一个远端。Was the first time we see VCT. 现在 Smoky 的位置会非常的危险啊！他选择 pick 出来的话，他就有可能会遭遇到直下。这个小身位，他的位置已经是明确了，被发现了。宇宙分裂连接 ，A 大这边球球是对赢了对手，而现在 EDG 把人数劣势给扳了回来。现在看一下要过吗？这个宇宙分裂的存在让 Life 选择换了一把枪。I still cannot believe DJ is playing Reyna, man. 更高。柏林来的会有点慢。Must be the first time ever, no? 集合在了树屋，准备围绕爆能器来亡命一搏。直接给技能踩雷飞剑，直接先压树屋，传接传出去了，但爆能器正在拆，球球拉出来先顶了一个，把柏林给打掉了。Nice, 球球在局部之中完成了一波一 v 二，舍稳劝退，第二波来了。Here, Lord, 宇城先抬，直接隔断把自己抬进到点内，先占点，点内其实是一个相对放空的状况。Eyes on life, man. He has the showstopper. This. 要不要交完呀？我开枪 ！Oh my god! 数位传射，直接把安装爆能器的浩东给收掉了。一个常规的穿点位啊，但数位的高穿透性是帮助他打开了一个局面。是的，游玩焰火，现在 EDG 有点尴尬，再起先拉一个，但是会被压起身吗？会被压起身吗？好像有。来，玩焰火直接过来，浩东起来又倒。What a guy, man. 再给踩雷飞剑皮蛋，再去清点，点内的技能非常的多， EDG 现在有点站不住。旋转门的柏林是拿到了两个人头的收益，但现在点内一打二 Smoky 现在要扛压， Smoky 的位置也相对来说比较有烟，直接接引吗？哎，传进来了，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刘一手很精准的找到 Smoky 的站位，装在晚焰火是个最大的问题，直接给了，第一时间进，但诺瓦你带着爆能器掉到了点内，而且 Life 还可以往后撤，第一波强行进感觉会有点难进啊， oh、God, 对面的技能还是有点多的，奥特曼甚至还有一个舍稳，宇宙分裂直接连接要守这个爆能器，定位卷地加晚焰火的组合，晚焰火有收益，because of this, man. 但是刘一手的补枪非常快，奥特曼也倒，那现在人数优势是给到了 EDG 这一边，旋转门直接打开。柏林想要去找机会，但这一波拼枪没有能够拼过。现在剩一个，留一手，他给自己封了一个软掩体，但是爆能器就在他的脸上。宇宙分裂时间要到了，现在他依赖自己的这个黑杖，想去找找机会，看到一个特征，先打一个，钻到自己的眼里还能操作。41秒，爆能器已经是被捡了回来，但这个烟要散了，拆不掉，最后球球。F 这个前压很奔放。这应该是一个消散吧，对，消散消散，第一时间要拼反应了，自己反能直接给出来，想找，直接找到了康康，还要顶吗？但被闪了。但后续的队友是没有吃到控制的效果的，五个人都在 C， 方 plus 五人的前压，闪身再看巨人余波去拉扯了一下站位的情况，球球已经拿到了一个双杀，替你丢出来，这样的话，两边开始了这种远距离的对枪之战。These two things like to battle, man. Look at this. 想退想退，对方 plus 来说，他们有点想退，给皮蛋想掩护。It's a fun game, man. I like it. 退得掉了。直接补盐，补盐体，看一下对于阿阳来说能往后撤吗？就被 trade， 但 Life Surrender 是 low HP。可能不太想放虎归山，阿阳。Yeah, no, no. 又把爆能器打掉。One v three. Smoky 有自己的灵魂，他甚至可以直接去控制一个点内，然后离魂去
捡这个爆能器。但是 Autumn 明显意识到了，你看 Autumn 站位是比较偏向于 A 点的。哦，一个大跳，阿阳确定了 Smoky 的位置。用 Autumn 现在 Smoky 的选择很多，四十秒钟的时间，很充足，可以去拉扯。慢慢往里面走。但阿阳是来到一个高点位 ，FunPlus 在 C 点是一个高低双架。但现在 ，This is very important round for ADG man. They have no money if they lose this. 脸上这个烟可能会成为现在限制他发挥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时间只剩22秒了，烟散大概只剩十多秒的时间。对枪第一波，对应留一手，但是最后阿阳 ADG 需要去慢慢去找。有单向，留一手，这一分压力会有点大。先打一个，吃到对方的非常多的控制技能，但是莽侠在此刻。That's clean man. Life is insane, bro. This guy is really good.丢丢扔出来，浩东现在一个人在石门旁边。A got trash too. 知道对手已经具体大概的位置，但他没有办法去转移了。爆能器虽然在浩东的手上，但他腹背受敌，无敌超杀召唤出来，上半场的最后一分。无敌超杀在拉枪线啊！哦，这个男的绝望的倒在了对方的脸前，而且是一个4v1，最后由阿阳收起刀落，一边 9-3 my friends。非常经典的，在自己的主场连续找机会，直接连线做一个防守，收正。Oh my god！ 这是什么样的瞄准？瞬间秒掉对手两人，而 FunPlus 甚至在自己的家门口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开局直接进入到一个3-5的残局。这个局势不太妙，还想过来去找，但球球的状态是非常好的，他甚至有过量治疗的护盾在。关键是 B 点还有个御城啊，你想进 B 是不太可能，除非你把这个御城打碎。火圈跳被发现了，奥特曼大脚不来，但腹背受敌，康康已经在树屋等待多时。Playing pistol for ADG, 5v2, 不到40秒钟左右，现在 ADG 在下半场的首枪局已经来到了一个5-2的巨大人数优。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是只剩50秒，他们需要去单摸找一些机会。Nice, nice。或者抱团去找一些人数优势的对枪。Life 先抓了一个，把 Nobody 给打掉。爆能器应该是可以让 Life 去安置，但选择假地想骗出，山崩地线直接给了出来，效果很好。Smoky 一跳一跳想去找人，但是各处都有回防的队员。FunPlus 独木难射，瞄到 B 点的人要开门，要开门，被打掉了，腹背受敌，没办法了，球球。但是直接顶了两个，而且因为 Nobody 这是一把判官，第一时间不太敢出来补枪。Nobody 只能在这个位置等，但 Nobody 已经交过技能了，所以对方也知道他大概的位置。现在。EDG 是选择三个防守部署区全都放一名选手来去做信息的侦测，第二次的无敌超杀招出来，第一时间吃到了一个闪，但是浩东，他也知道自己想走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无敌超杀现在追他，而且现在 Nobody 很尴尬，他这把判官第一时间有点换不到枪啊，他只能回到正面。康康端着明君出来找，先把皮蛋给狙掉了，但现在对他来说操作空间其实有点小的。柏林已经来到一个近点处，判官只能判一个后续拉下来，直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旋转门开起来，中路 B 点也有人哦。康康个人能力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发挥，先占 life 再打阿阳，那现在要把这掉在 A 区的枪运回去了。但现在康康有晚焰火喽，这一分对 FunPlus 来说3-5。墙丢在了这个碎石区的上边，但是浩东这个位置真的能走吗？交了一个闪，位置有点危险，而且有重力之井，留一手是把浩东给解决掉了。看看 God Show Stop， 转点感觉想去转点，晚焰火直接装载过来要炸，能炸到吗？炸到了，留一手，船还没有落地。那现在康康用自己的个人能力掰了三个下来 A 点，再打一个。死杀到手，见到长枪，看到枪管，康康在 B 区正面面对球球的炸点，无能为力。Saving EDG, giving them hope in winning this game。康康在团队陷入到绝望的时候站了出来。I want to see the replay. I want to see the replay. 这一波存钱分的四杀 ，Show me his POV, man. 帮助 EDG 拿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翻盘局。这一分拿下来之后，对 EDG 来说，他们经济可以很好的去攒蓄一下。再看一下，一枪头。再加上一枪腿，然后后续这个小神位又抓到了阿阳，就像刚才在这一分开始之前说的，只要他把晚焰火打出来，那这一分对于 EDG 来说，碎石队很难占，有蛇吻的，蛇吻直接扑过来，丢丢，第一时间先躲一躲，看一下刚刚这个测试能先抓一个吗？可以先抓一个，但阿阳补枪补上，这个丢丢第一时间没有反馈，给到了康康一些操作的机会，但人数的差距让他没有办法再次去打出多杀。Life 在渗透 ，Life 在 B 点渗透 ，A 点只做一个 fake， 他只是想夹击，对方 FunPlus 来说要来 B 点。25 seconds， 有点狭窄，铁臂的技能收益可能会非常高。皮蛋已经在安装爆能器了，
这帮人提前安装，而且刘一手先打了一个，把 smoke 给收掉了，从烟里面出来，球球打一个，竹散还没有能来得及拉，直接被阿阳给补掉了。嗯，life还在找机会，赵云确实是会让防守端很难去混这个烟。 直接给到一个薄冰，正面拼枪，奥腾直接顶住了这个空子。现在对浩东来说，面对一个1v3的残局，左右都有人，他很清楚，而且面前有一个赵云，自己的位置已经是完全明牌。浩东先掰一个，一打二，但自己没有任何的技能。Map point for FPX，25 seconds，my friends。现在对于 EDG 来说，又要面对那个问题，康康的明珠要打回防。 而且这个 A 大的锅点，还有人在断，康康知道对方在要跟他拖时间了，他很尴尬。与此同时 ，C 区已经沦陷，只剩康康一人。他虽然狙掉了对方碎石区的人数，但现在1打4，明狙的回防没有晚宴火。Only Kangkang left, one before man. What can my boy do here, dude? 但是康康必须要倾尽全力，离魂看位置，闪身追 pick。 康康的位置明牌了，但是他必须得去拼这一分。时间已经流逝的差不多了，而且无敌超人又来了。Run away, bro! Run away！ 对康康来说只能退。绝望的惊喜翻腾。那随着时间的消耗 ，No chance for him, dude. 胜利第一分，胜率的天平。It's going to be GG. FPX winning their map. 康康再居一个，但是时间耗尽，3比6，FunPlus 拿到了自己的首选地图。是的，大比分1比0领先。 在这一张地图 ，FunPlus 不管是在防守方还是在进攻方，感觉他们的战术，鱼和熊掌我全都要。哎，但是在近点位 ，EDG 在前点位的火拼是没有能够占到优势。速度有点快，丢丢有反馈，直接去找人，但是点里全是烟，掩盖烟怎么办 ？Nobody， 非常难打的一个局面，他没有办法，最后只剩浩东，手枪局再次被无效命令启动。 A 小刀直接进，咬到了，而且后盾过来，后盾直接倒了。奥特能先杀一个，而且再打一个。哦，这一波传送器过来，两个人全部倒地了。而且康康的位置变得非常尴尬，现在他已经被围剿了，他先抽了一个，切标配多打了一个，但也就仅此而已了。1打3，康康真的是尽力在为自己的队友创造一些打出奇迹的机会。但球球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明牌，对方小黑屋一个绕 A 小一个浴室一个，三角形的架枪，三角形的位置踩在碎片溢出上面。来了，踩雷飞剑直接给直接丢出来，第一时间这个传烟其实感觉效果还可以。而且对于方帕拉斯而言，已经过了这个独木了，他们已经有对枪的优势。但正面刚刚先抓了一个天机光束也有收益，完烟火直接完成了一炮双响，有人数上的优势对 EDG 来说。 3打2，现在还立着，life在点内，枪械优势还在方布拉斯手中，宝能器还没有安装，时间在消耗，时间在流逝27秒，现在方布拉斯有点尴尬，他得找人。好，一枪 ，smoky， 两个人，两个方向，两个角度，都骗你开枪，骗你开枪，开了。 关键是怎么走？哦 ，How long have you muted, man？ 奥特姆在康康面前跳进了华尔兹，而且这一波架枪也非常的稳定。奥特一己之力直接把这个浴室给打穿了，那点内感觉对 EDG 来说非常难受啊。Smoky， 燃烧榴弹已经交过了，还有一发天际光束，但这个爆能器的安装 ，Life 已经在绕后了。现在 Smoky 腹背受敌，他好像兵不知己，他只能从烟里拉出来，换掉了一个配合自己的队友，好像也不太行。 奥腾再打一个，拿到了一波3杀。哦 ，Nobody 先甩了一个，再打一个 1v1 的残局。阿阳是有无敌超杀的，无敌超杀过来找 Nobody， 把无敌超杀处理掉，自己有终极技能。追猎之灵召唤出来，但是却导致一下没有等自己的追猎之灵锁定对手的位置。浩东，你so good here，我杀了。看到了浩东，看到了浩东，现在 1v1 的 battle， 打赢了，把隐患清除。晚烟火直接过来找。 应该是要直接去找浩东的位置，因为外面有玻璃在。浩东他只能在附近。哦，但是被发现了。虽然晚焰火没有打出收益，但是柏林用枪解决了浩东。天机光束，爆能器好像也不太好安装，第一时间是被打断了。第二时间爆能器，这个时候安装其实对EDG来说拥有非常充足的回防时间。正面拼枪 ，Life 是没有能够拼过Smoky。然后到位了，球球过来，但正面康康也打赢了这波1v1。防布拉斯没有烟了，现在只能敞着去对枪。阿阳，在。 小黑屋里已经是拖延了对手一刻，看一下这波林刚刚 Nobody， 太大已经是被打倒了，没有办法 ，Nobody 这一次输了这个。
零点秋探也是直接给了出来，给大脚不来了，这一波是 rush， 小 rush 第二楼吗 ？roll 第二 solo， 第二 solo。直接交技能提速了，要提，丢丢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燃烧榴弹扑了出来啊，而且说控场在的情况下，感觉效果并不是那么好。没办法，他踩着自己的火被烫掉了，而爆能器是落在了一个很微妙的角度。 我这个包不好捡啊，对方Plus来说非常难捡，它是落在了这个窗口外面的箱子上啊。爆能器在那儿，点了一下爆能器的点位。OK， 直接要跳，直接要跳回旋跳，球球在另外边进行直架。这回旋跳捡包太难了，哎，这个燃烧榴弹，燃烧榴弹效果非常好。康康很尴尬，因为他没有进行翻腾了，走不掉。隔离解除，但还是这个问题，爆能器怎么办？如果要捡爆能器走的话，其实后面靠到了。 正面再拖一会儿时间，浩丹让浩东并不知情，没有人看他。下去了吗？好像还没有，回头了。等了半天没有看到正面有浩东的一个信息，还是这个问题。爆能器谁来捡？闪神看了一眼，爆能器没捡到，听到了海宝的声音，看到了。17秒，安装爆能器吗？ 这个爆能器要安装在哪？安装在这里吗？对浩东来说是有一个支架的机会的，只看到半个身体。Actually same play, bro. Best play ever. 被反杀掉了。正面球球，你先打一个1v1。柏林是把爆能器成功安置了下来。球球要加的点非常多，他要猜柏林会从哪个方向拉出来对枪。柏林还是对赢了这波1v1的残局。 Five to six, my friends. 硬要说从角度角度来说，我觉得Fnatic会有一点优势。因为他们的中间技能很多，但是烟里有人，讨厌战。哦，这个 timing。 玩意，我装载直接去找人，但没有想到只有非常六人。看一下0.秀探往回扎，康康的玩意会也没了，直接是找到了，能传走吗？没有传走。而在另外一边，刘一手在等等康康过来，康康有搜点吗？没有搜点，刘一手已经等了，可以安装，魁复展开，第二次的一个绕后，浩东知道这个楼梯位置有人，但是他要选择，他要选择是架这个位置还是去典礼帮队友，典礼有魁复。 这个感觉很难操作，他需要去找人。关键刘一手必须得找到，因为他有火有大。找到了，但是刘一手枪非常准，枪非常准。天机过后，大家加燃烧榴弹加魁复。这一分其实想操作已经是一个。This is only formality, my friends. 而且位置还被探到了。接下来要找位置。Smoggy 这个残局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对，时间已经不够了。那上半场随着最后的这个人数交换以及爆能器的波及，那对于方Plus来说，其实他们的技能会变得有点少了，开始会比较有限。我丢丢至少能收回来 ，Life 彩烈烟已经交了啊！这个烟落得非常的密啊，烟连烟。哇，柳一手现在站在帐云里面，血量在持续的损耗。我这个血量只剩一滴血了。他好自信，他被蹭一枪就要没。一个转接过来，这个侧身，他顶了两个人，这个位置选得非常好。一滴血又能如何？再来补位的柏林再收掉对方，对方一人现在是一个二打二。进攻方low HP。球球有一个 这一分其实没有买燃烧榴弹的。嗯。 而正面方 plus 需要搜的点很多，他们要进浴室，有可能是两个掰扯的1v1，但有皮蛋，皮蛋过来再拆除爆能器了，再架枪 ，smoggy 顶出来，面对阿阳没有打过的另外一边柏林打球正义，这一分 EDG 的进攻方向其实还是会偏向于 A 点，再次用无敌超杀进浴室，但浴室是没有站人的，在 A 点的防守是站的比较靠后。 哦，海宝加彩铃飞剑，life想要去趟这个蛇吻，趟出来了，对枪能对得赢吗？但他又被丢到了丢丢，而在另外一边过来直接找到了他的侧身，而正面 smoggy 是收掉了柏林。现在这个爆能器安装会有一点点拖沓，关键要看交不交冲击技能，还是选择求稳把爆能器丢给自己的队友，安装一个车旁边的常规点位的爆能器。 丢丢反击，看到了，但两边只能做一换一，smoggy不像非常快，2打3，没有绕后全走正面，这个回防的角度很小，哎呀，要先去找人，而 EDG 已经是完全散开了，四个人的站位啊，对于 FunPlus 来说要去搜的点很多，正面康康应该先看到第一个，对枪对应了阿阳，奥特补枪是补上了，但是时间对于 FunPlus 来说1分1秒在流逝，这个侧位，奥特他也知道已经很难去拆除爆能器了，看能不能先去打掉对方一两个人。
他还在拖，那选择宝枪想保能保得到吗？保不了。这个，这个，A to A，来看看，大，他伞呢？应该是会大一点，因为康康作为团队经济的这一位选手，他控御是一波很久了，拿控下来了。 狙掉了，而且现在A点对于方Plus来说是一个防守非常薄弱的点位，而且随着这一狙对方Plus来说，他们只能够去吊防。声东击西，我御师狙你一个，然后我这个时候大脚步来避。但是野兽战士没有能够看到人呢，也方Plus应该也猜到了对面 A 点，压根就没有想往里打的意思。最终只有一个人，天际光束定位加晚焰火的提速。 前点是根本站不了，所有人哇，两个天际光束同时交掉，所有人都站在了重生点这个方向。踩雷飞剑直接丢进去，对欧坦来说也稍微规避一下，来到一个高点位进行架狙。追猎之灵召唤出来，要的来到了最上劲的时刻，两支队伍应该会把自己的中间技能 all in。 看一下，给到皮蛋这个小身位，小身位第十烟是过去了，引路之损直接打闪的效果非常好，Nobody直接是完成了一波闪，正面拼加 smoke 也是打赢柏林。那最后对于刘一手来说，面对个1v5的残局，他只能打一个，而且更多的还要考虑去保，只能够炸到一些血量，但没有成功完成击杀。刚刚先抓到了一个对方的 timing， 但是Life用自己的经济发能推走了，哎，能推走吗？这几个人看一下有点危险，但还行，过是过去了，而且有预生之息可以稍微回复一下状态。正面 FunPlus 要拖柏林的绕后 ，A 小道这个位置有人在架，但是正面要给出非常强的回防角度和趋势，但是后续柏林没有绕出特别好的效果，那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 ，FunPlus 只能硬着头皮去打这个回防。但有皮蛋，但 Smoky 先抓了一个，把刘一手给打掉了，而且皮蛋也被清理掉了，正面拼枪也拼赢，最后只剩11-9。这个预示感觉有机会，要不要招技能？ 这是一个3防2，选择 pick 出来对枪，第一波清理，直接是把进攻方两个人都清理在浴室了。那现在对于 EDG 来说，面对一个3v4，要提速避了，这没办法，因为浴室多一个人，而且 smoke 倒了之后将会少了一个主烟位。关键奎神的技能还是放在 A 小的，就这个 B 点的烟啊。 现在也会成为 EDG 进点非常困难的一个环节。嗯，而且 Oton 感觉这个发挥空间巨大无比。 Oton 是有毒幕的，听到声音之后是可以升起毒幕，技能直接给出来，毒幕升起，但是在另外一边柏林丢技能直接被抓了个timing。Oton 有一个直接的机会，看一下能打过吗？没有打过，浩东是将其击杀，爆能器对于 EDG 来说是可以成功安置下来。回防好像也没有什么技能，留一手只有一颗空投烟幕。 一个烟真的够吗？还有风的角度可能会有点多。如果封B大的话，感觉还有机会。但现在留一手，他其实不知道对方具体的位置，是可能会封包点烟，现在就是用命去清点了。应该是给包点烟去强拆，包点烟强拆了，燃烧榴弹直接扑出来，给到的是 L 管的位置，但第一声有人在混，而且绕后已经到了，确实这边先打一个。而对于刘一手来说，面对个1v3太难了，在烟里面碰到浩东，无力回天。 但依然还是这个问题，两个经济方的送进来被接了。刘一手，关键时刻的发挥，天际光束定位在点位上，和浩东各掰了一个 ，Oton 这个位置也倒了，两段经济方翻腾过来看一下 ，Life 能找到机会吗？皮蛋在安包了，有彩雷，有彩雷，回复，GG，在典礼蹲扫一波双杀，帮助 EDG 13-9将打比分扳成了1-1，悬念再次出现了。是的。 而且在最后一波进攻，你明显感觉到EDG5v4，要不要等等 low HP的技能？但如果拖时间的话，烟会无穷无尽的来给你封到脸上。但 EDG 选择主动出击，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人数收益。但是 Oton 顶了两个 ，Oton 能多顶一个，而且哎，但最后这个爆能器是直接被诺瓦迪的皮蛋给拆掉了。什么都看不到，你竟然乱吗？哎，柏林在慢慢的，柏林在已经来到自己的近点位了，因为烟多，所以任性。哦，打招也直接给上引发了爆拳，那现在点内有点尴尬。球球直接拿出来跟对方掰了，换掉了一个。不过典礼回防的队友反而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难以回防的位置和角度。 但是我们与此同时要注意小地图上，life甚至还在绕后。这个绕其实会让EDG会有点烦 ，Smoky 能不能意识到后路会有人？而正面其实一直都没有出现
木蝶的身影意识到了，但是 Life 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You have saved you. A 区进攻势在必行。Okay, three ults for DJ. Two for FBX. 他们三个人现在暴走了，有点走的，漏脚步听到了已经。Nobody 这个直架架得很稳 ，Life 选择化蝶起来，但是 Nobody 直接往后撤了，化蝶直接倒了，对 Life 来说非常尴尬。最后 Easy round for DG, 17 seconds.但这么教完之后，其实对于 EDG 来说 ，Nobody 这个终极技能将会是一个非常好去使用的点。但第一时间 ，Life 先收了一个，把 Smoke 给打掉了，而且在点内，柏林成功抓到了一个侧身，现在来到一个三打四，看看他的命，哦，跟自己队友形成了一个协同，现在还是一个二 v 二，但是回防要拆包 ，Nobody 手里还有皮蛋。有皮蛋，有无敌叉叉，皮蛋先过来，拆除爆能器，无敌叉叉直接过来了，看一下能抑制到吗？没有抑制到，扑到一个，但上面 life 还活着 ，life 顶住压力先收一个，而且还把皮蛋给打掉了，假拆一手把 life 骗出来，但是幻影魅力时刻 life 拿到了一波四杀，第一时间看一下丢丢姐给出来要传 ，smoking 是被丢丢给丢到了，这个拐角顶出来，第一波对枪没有能够对过，皮蛋过来拍，但没有能够拍到 nobody 顶了一个，阿阳补枪补上，二打二的残局。16秒的时间 ，Man, this is so important for seeding, man. 二楼后路位置应该是被吃到了吧？但是另外一边球球是顶住了阿阳，又只剩 life 了。八秒钟的时间要去建爆能器，还要安装，来不及了，时间不够，系数太多了，时间已经消耗完了，一秒钟时间到了。闪身，球球回过，就躲在眼里。以逸待劳，而现在 life 把 B 超都通了，沟通之后，刚说完，化蝶再起来，直接走就可以了。对于 EDG 来说，直接躲就行了。life 现在反而还不好去利用化蝶去复活。对于 life 来说，要找人，但是明显找不到人。中路柏林应该是能够去抢，想给 life 收，啊，他想收两个、三个，哦，有机会吗？三个吗？没有，球球补上了。That was really good. 那这样的话，爆能器已经安装，但柏林的渗透其实也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对，但人数还是劣势，但是留一手掰了一个二打二，而且用力超杀。Later today we have Fnatic versus Heretics. 无敌超杀召唤出来，直接去奎夫里面找人，看到了，要到了。Smoky 已倒了，正面球球先打一个，留一手回过头来。23秒，22秒，爆能器甚至还在避长，爆能器在避长，但是这一波直接是完成了一波双杀，而后续 Nobody 顶了一个，但这个爆能器是在 B 点的。Oh my god, the timing here. 这个沙沙直接被打掉了，而且柏林过来是把人收了，再顶一个，康康逐风过来也没有办法帮到队友。Smoky 最绝望的是。爆能器在 B 点安装的，这个一打四真的太难了。Last round of the half， 这一波的中路过点 ，Otten 直接完成。前点位有烟可以去用的，远距离对枪 ，Otten 先打一个，自己的血量很低，而且对面还没有把自己给补掉。奥特曼竟然还活着，但是 Life 这个位置有点走不掉了。那他这个闪感觉把 Life 打得有点尴尬，而且 Life 一直踩在嗨宝上，没有办法，康康。跟着自己的队友一起大步向前走 ，life 倒了之后依然还能封烟，这个烟其实非常限制 EDG 进点的这个路线。嗯，拐角，所以 try to increase that 血量非常低，阿阳也只有八滴血。Makes any difference？ 两个人状态都不好，都是一枪。I can try。在等 nobody， 但现在 EDG 也没有什么伤害性的技能啊，只能磕枪了。丢丢好了，丢丢好了，丢丢直接给出来，阿阳能多顶一个，而且在另外一边 ，OK， 就被 nobody 是成功完成了一波三杀。嗯。韩信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收益，双方又是一个一换一，康康对阵留一手，但留一手的血量会更加安全一些。I don't know how can Kang's gonna win though。安置了下来，这个一 v 一非常经典的位置，康康是露着脚步的，他直接跟对方明牌了，我就去到原点发挥正义的优势。但是对方的血量其实并不支持啊，还有烟，还有烟。留一手再拆了，留一手再拆了，已经拆一半了。要一剑摁到底吗？他想一剑摁到底，进到烟里面。康康算了一下时间，最后阻止了对手拆除爆能器。So this train DC and I couldn't retrieve one. 对于 EDG 来说，他们需要把速度先放慢下来，先等一等。因为现在这个角度啊，能看得出方丈他没枪的时候，他很主动的想去先找到你们的落位。这样的话，我提前。大家抱成团打还有点机会 ，Sorry for that, guys。而且打 A 点，他们要面对的地方就是 Life 虽然倒了，但他还是可以提供到小冉的效果。啊，这个单向烟直接挂出来，对 EDG 来说往里走是不太好走的。嗯，可能是因为这几个烟导致 Formulas 提前预判对手可能会转 B 了。零点嗅探给上有信息的反馈吗？没有叨叨任何的人，但是这个声音和动静是比较大的。Formulas 柏林应该是猜到了，是。
在远距离看看这个小身位，柏林也是探到了康康的站位了，但是这个爆能器是成功安置了下来，并且是一个可以直架的爆能器。嗯，给蛇吻。哎，这蛇吻应该是没有弹到那个门框上。嗯。Do you guys think we will see Mark Clover？ 虽然是个四打四，但是还是枪械问题成为了方Plus最大的回防难题。哎，但是康康的血量有点低，阿阳选择出，但是直接被打掉了。而且在同时，阿阳选择欧特，他只能先退，他退就意味着中路前点要拱手相让，拱手相让的后果就是架枪能不能降下去？现在哦，这个timing，这timing过去了。而回过头来，欧特要给闪，要给闪，直接闪给出来了，很好的timing是抓到了来自于欧特。无效命启动，直接一点提速了，life钻到了。 自己的烟内，但是有全面封锁，他决定主动出击。他可以起来回到烟里面，想要拼，拼多打一个，但充其量也只是个一换一。爆能器 EDG 还没有安装，但对于方 Plus 来说，他们回防技能非常多，他们可以引发绕后到了，无敌超杀咬到了，而且柏林的绕后已经到位了，先打高点的人。 Nobody 已经是倒地了，正面看一下，浩东也倒，正面球球先拼一个，最后前面那个EV3可太难了。碎片一出，直接先给出来，而且浩东已经倒了，这个过点球球也是直接被摘掉，正面狙，康康是用明狙先收掉 life， 直接加驭巨刃，他想要去把握timing，先占领到点内，一蹦一跳，中路有个 timing。 第二次的一个反清中路 ，Nobody 收掉了柏林的背身，但柏林已经把爆拳引发了。奥特我们现在这个位置也挺尴尬的，他知道典礼已经是有一把狙在架了，哎，一个大狙，没狙到，看一下，想要去先照一下，而且没有狙刃了，他只能够往后撤。无敌超杀直接过来了，要咬要扑，好像扑到一个，剩余30秒，不太确定。 皮蛋过来找人，25秒的时间，点后的人是直接被发现了，包还没下，但正面 smoke 也先收一个被补，二打二，明狙还在，有巨刃，阿阳点后没顶住，要安装爆能器吗？先低包，先包一个大拉，康康的巨刃在关键时刻有所发挥，而且 11 to tame my friends， 这位置不好说。 高出先给丢丢，好像不给闪，一个大拉被架住了。但在另外一边 ，smoke 也是收掉了 life， 海顿只能够掩护柏林自己撤退，来到一个后置点位。另外，秀太有反馈，左边再甩狙，柏林这把明狙压制住了 EDG 想去进入 A 点的期望， well, 而且 B 点单摸球球也被挂了。那现在二打四的情况下，对于方Plus 来说，他们有很大的优势。 B场甚至还有单向炎，这是最绝望的。30秒钟的时间，现在浩东只能渗透中路，两个人打一起肯定是没什么太多机会的。皮蛋，威利威尔曼，硬着头皮把野得把这个爆能器安了。丢丢再扔一下，但这个皮蛋安装的爆能器的位置也很尴尬，它是一个安全点位的爆能器，好像是。二楼楼下的角度，渗透有机会吗？哦，留一手，他在看，在看后路的终点，打赢了云诺巴迪的一波EV1。 皮蛋过来去安置这个爆能器，看一下阿阳想找机会，但是阿阳直接被收掉了。刘一说想补枪，但人太多了，在自己的面前，他不知道要打谁。奎夫展开这个奎夫，正好能覆盖到爆能器的位置，而且这个奎夫会导致到柏林这个回防的明狙啊，很难施展。先穿一枪，不露就行了，在奎夫里其实是处在一个无敌的状态。但是这把明狙真的没有发挥的空间啊。对啊。 关键，如果随时给个什么蛇吻之类的，在奎夫里面也没法操作。有一个海盾想去拆出包的枪，哎，外面，明狙 why he want to get another weapon？连打两个，并且这个穿射穿到了，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再低包的话 ，EDG 的选手就应该猜到了你的位置。送给你一个丢配右键 ，This game is insane, man。 但离 A 点感觉有点远啊 ，Life 要挂绳往前走，想抓 timing， 想抓 timing， 能抓到吗？没有抓到，有化蝶，但化蝶起来之后能操作的空间很小，结束的一瞬间被 Hyper 炸死了，3打5，正面阿阳只能先拼一个，他手上是还有技能的，他要等一下队友，保全已经引发这个回防，此时不占枪位，可能等等就没有太好的机会了，球球跟对方 PK 一下，直接先选择退后，浩东这是一个安全包。 安全包，安全包就只能在点内去守。来到一个高点位，已经是知道了，要去打协同。丢丢没有能够丢到，两边再换。阿阳能多打一个，拿到了一波3杀。有皮蛋，皮蛋可以过来去拆除爆能器，而且有海盾，侧面只能够把海盾先打掉。但这个爆能器还能够撑着，最后柏林完成了一波双杀，在最后残局前点点位。拿蛇吻要不要交？先交第一发。
My boy is crazy. He doesn't care. The life. 对面技能应该会给的非常多。 这把明珠 This guy has no fear, bro. Oh my god. 对方应该猜不到。看了吗？先狙一个。箭好就收。 Oh my god, god, god. You are lucky to be alive, bro. What is life doing? 有人在接。 哇，这个非常激进的明珠绕后，无价明珠绕后，取得了一个人数优。EDG，这样的话手臂区，看看机会。哇，直接扑出来，但是柏林选择主动进海，都多打了一个。罗巴蒂补枪是补上了，中路过点。其实康康知道 Life 一定在绕，现在双方就是在博弈，对方在哪个位置。康康主动了，主动出击收掉了 Life。 那这样的话爆能器。 已经在安装的前提之下 ，EDG 是有一个人数优的回防，但康康的血量很残，49滴血，明狙端着往前走，柳一手已经倒了，一打三的残局给到了 Otten，Otten之前在比赛里面黄象是有精彩的表现的，但是最后一位，Nobody没有给机会三杀，他是真的敢。 And that was insane. That was crazy by Kang Kang, dude. 从上帝视角来看，都是心惊胆战的。对，更不用说选手在第一时间操作的时候。而且中路他应该是跟 Life 打了个照面，因为康康的血量是被打了一点的，还有可能是跟 Life 有第一波的交锋。My boy pick ups every time he can, bro. He doesn't care. 他感觉在前点位置看到了。Nice, bro. 明居在这个小时位的 pick 过程当中确实有优势，而康康把握机会的能力让 EDG 取得了一个人数优，但是。 Good shot. He's playing good with the ult. 闪存过在没有给他创造一个优势的对枪位置。Viper ult. Is that the new meta? 还是被狙掉双方，还是一个一换一。 I think now that Viper got nerfed, man, we'll probably see more Harbor, bro. 中路还在摸，中路还在摸，刚好烟散了正面。看一下 Otten 有截价的机会吗？穿墙没有能够穿到。Otten 有直架的说法，但是球就在另外边已经打通了。球球完成了一波双杀，柏林补枪补上，但是 EDG 是可以成功把爆能器安置下来。柏林要面对用明狙打回防，他必须要换枪。 这一次，这个爆能器的安装点位是在 A 点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直架的方向，是没有伏笔，而伏笔反而给到了方 Plus， 没有海盾，已经推过了，已经要捡枪起来，没有海盾，这个回防拆除爆能器可能会很危险，被穿了两下，但是急的是方 Plus， 他必须得过这个眼，过眼就要被架 ，Nobody 架住了对手，现在是一个1v3， 还要拆除爆能器的局面，刘一手先看到对方的 Nobody， 打一个。 先去低包，眼里有人，眼里有人，再拉出来，1v1，时间在消耗，点着还有十万，来不及了，拖时间就结束了一个大神的 pick， 双方14-14，EDG 在自己这一张地图上的表现，再次帮助他们拿到了大比分的胜利，2-1，暂时领先方 Plus。Here we go, my friends. Map number three. Breeze, my boy, Kang Kang. 防守前压对枪，面对 Nobody， 他是没有成功对过。 As you probably already know, I love Kang Kang. I love Jet. So, 其实是想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但是两支中路真的选手之间太了解了。是，太了解。 Anyone who likes Kang Kang also likes Jet. 好，中路的战术监控也看到了 Life 的位置。 Anyone who likes Jet also loves Kang Kang. 现在没有放，不请自来。Right? 他得哦，有是在 B 点内。 5v4 already. 而中路有可能要打一波中门的一波进攻，看一下 Otten 再加烟，但这个烟散了，正面拼枪能拼一个，但只能做一换一。对方 Plus 来说还不太够，而且刘一手直接被球球给断了。另外一边 Nobody 也是收掉阿阳，0-9探到了场上的Life，现在有点尴尬。1v4脚下有蛇纹，脸上有枪，他也没办法。这一分收枪局已经拿下。 FPX, this tag 4 players here only, actually there is 5, man. Oh, okay. Oh, okay. Now it's 4A defense. This tag 5 players here only, but Life. 直接给了打闪，打闪看一下敢出吗？ Like should be using his TP. 直接给，浩东一马当先。 跟着你的队伍，哦，这 was only to make how don't life easy, dude. Four kills for him already, only life left. 哦，浩东这一波决斗 KO，life 在某些情况之下 ，good guy life is gonna give him days, man. This guy has a good soul, bro. 一发现只剩 life 了 ，using the loud class， 他还要再去找机会，有 ace 吗 ？ace
Nice, bro. Nice, beautiful mouse pad by the way. Man, you should give it to me. Look at that smile, beautiful, beautiful. 连续两张地图。 在第二分都有高光的表现 That feels good man, that feels amazing 上一分是数位这一分是用正义 Nice dude, nice 关键是浩东有大了非常恐怖是 Wait seconds my friends 奥特曼已经有预警了 Left 进出来了 奥特曾在另外边也打赢了 15秒钟 还要安装暴能器 这一分非常立体的强线 这个半线在B人在A 这就是为了克制 哎，看到了，一狙头部命中，但球球这个位置也倒了，现在只能转A，中加A，而且浩东直接开大了，看一下欧腾这个点位，要扛压力，他只能够先去架一下中路，看一下能架到吗？完成一波一换一，但包不好经典，包不好经典，这边的对枪浩东倒了，康康过来，但好像这个位置人换下来之后 ，EDG 是亏的，时间已经没了，居然爆下来。 Good comeback for FPX. 好的效果，狂烈之怒直接架设了。哎，刘一手这个点位，哎，他去哪射到的？这个狂烈之怒是逮到了刘一手。但是点后还有一个赖，假神进来的燕丽早有球球在等待着他。球球，球球能多打一个，只有一个头皮的位置。谁进去先顺势抛出？回防的路线好像被EDG所把握到了。虽然有着宇宙分裂，但是康康狙掉了柏林。 奥特姆封了一个海盾，想给自己一个过路过的机会，但你出海盾也好，过宇宙分裂也好，终究会面对直架的枪线。康康的一局，7-4，上半场的最后一分，不如神鬼不绝，赵先生 life 为数不多放大招的机会，直接开局就放。哎，但这家里的人不知道，这浩东在家里等，而且刚刚家里巨人先标了一个拔，让给标掉了，并且他还能撤。 二楼窗口这个位置过点啊，其实还蛮安全的。刘一手这个位置可能会有点危险哦。康康 pick 出来，用明去狙掉刘一手。但与此同时 ，A 点也有人在单摸的时候倒了诺暴力，是被柏林给收掉。来，位置，他只能传走了。A这个 B 点已经是进来了，但是爆能器来的会有点慢。这边的对枪，球球不敢再看了，非常高的一个闪，顺爆出来，但近距离五标齐射。 哦，应该是标了两标，差一点点，七十七滴血，一个提前枪 ，life 直接被对方的球球收下，现在是一个3-2，但爆能器还没有进入到点内。柏林在绕，柏林敢绕吗？好像算了。现在奥托姆处在孤立无援，他没有队友能够帮得到他，柏林离得有点远，但是他还是通过一个烟雾先摸掉了对方的球球。EDG 现在安装爆能器非常的困难，一个慢魔。奥托姆 在点后向战神，他已经拖了2个人下水，1-2给到了浩东，看一下奥特，不停的开提前枪在骚扰，时间只剩23秒的时间，浩东在找第二个人，他知道第一个人就在点上，0.修他马上就好，但是有一个狂潮，浩东一直认为对方会在身后，给到一个0.修他，抛出来过烟，最后差之毫厘，奥特姆极限，已经听见了，浩东已经听见了。 无人机直接过来找他的位置，浩东在pick，还行，第一时间躲开了控制技能，而且有赛博囚笼，但是这穿烟，阿阳是先收了一个，而且另外一边柏林是找到了康康，应该举闪那一下是不是被看到一点点？嗯，不确定哦。但是 smoke 这位置有点腹背受敌，柏林已经被发现了，还是换掉一个人，柏林也来到了48滴血。 但现在他直接压到了对方的重生点，回防现在成为了 EDG 最大的问题，雷击剑先垫一手，垫了一点血量。 但球球这个轻甲正义可太强了，远距离。是的。Low HP man, actually winnable for EDG. 巡剑在捏，巡剑直接给出来了。有没有人帮忙打这个过点？柏林是逮到了球球。那最后对 Nobody 来说，面对一个1v3的残局，5发子弹。石强这边已经看到了，再打一个，װ2发，װ2发。阿阳决定先跟对方秦王绕住。 不知道对方的位置，直接地包了。那他确实不知道。阿阳，哎，但阿阳选择绕，先差一半哦。最后，近距离的标配还是完成了这个1v1的残交换。其实对于方 Plus 来说是可以接受的。Here comes life， 神鬼不绝直接进来，Smoky的位置是明牌。有闪，被白了。但是出来的时候正好被回头的 Smoky 看到，还是那个问题 ，Life 经典了，后续的人怎么跟？ 没有人能够跟到 Life 的脚步。门口这个瘴云是很好的隔绝了 Fun Plus 后续补枪的一个节奏。哎，但是这个位置，中路裁判线了。Oh my god！
但还行，他还活着。Not looking good for FPX, man. They played this round so bad, man. It was a full bad versus full bad. 还是难逃一死。正面的加枪，球球。Now they're gonna be a weak round. They even plant, man. 留一手来说要保枪，要保枪，因为下一分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经济。留一手的血量已经很低了。Life 直接是从 Ada 进来了。而在另外一边 ，Nobody 先打了一个这个过点 ，Smoky 接住两人。关键还有金字塔的位置怎么办？要进到点里怎么办？方普拉斯现在是如履薄冰，一个人在疯狂的开枪去吸引 EDG 选手的注意力，但 Smoky 早有预警，再战回来。Oh my! 10-7. FPX invest everything here, man. 就分裂直接连接，球球选择主动进自己的烟吗？海顿，哎，这个海顿刚刚好可以让他规避一下对面的技能效果。狂烈之怒直接架射第三发，没有能够射到，距离稍微差了一点点。而这边看看球球，球球顶住了两个人，点的有人碰住神经曲线能多打一个，把 life 收掉了。而且神经曲线的效果是透视到两个人的位置。二打二，二打二，绕后到了这个命局，赛博囚笼的时间要结束了，要结束了吗？看一下赛博囚笼的时间还在持续，结束了。陆地刚刚是狙掉了刘一手，却居然收掉了阿阳。一波精彩的操作，来自于球球康康。11-7 my friends. A, got the hand to Siri. Confirm again. 柏林还要 pick， 回旋跳被摘了。柏林可能第一线没有看清是谁，但是这个回旋跳 ，FPX 拿信息真的给到了对手一些机会，又看到了枪管，又看到了，看到了，普流直接给出来，跟着无人机出，康康的位置已经被暴露了。但是他可以有队友来掩护，碎片一出直接先给出来，出这个海盾将会变得非常危险。左右都在看，又看到一个康康再狙，顺云隔断正面，这一个传言没有穿掉，没有穿掉，三十零件的康康活了下来。Life 要面对个一 v 四，小兽pick出来，后盾已经等候多时。Championship point for EDG， 这一回合，顶出来，顶出来，柏林至少没有能够架住。Five v four。Nobody 帮队伍先打开一个局面。Has the hunter three has the no command. Spike is going B. 对于方普拉斯来说，现在很早就要进入到一个四打五的残局。Has the help of Jeju, who is on fire today. 还在关键，这过点想从中路来打夹击可能会很危险，有烟雾的遮蔽。It's on you, bro.也只能给出来第一狙，狙的是一个假人。海顿掩护自己往里面走，诺巴迪在架这个海顿，要出吗？出，但诺巴迪已经先完成击杀了。留一手完成补枪，看一下补枪，一枪，康康只剩一个。Why don't we just close, my friend? Oh my god, bro！ 阿阳收掉了对手，但是 GG， 三比一锁定胜局，拿到冠军。银安照白马，飒沓如流星。Paper X is a different thing, man. Nightfall, rather, I should say. Jay just swings out. Oh, he's gonna be able to hide. There's the Nightfall coming through. Interrupts the plant. What? Dodge on the flash. The texture immediately snaps. Oh, look at this guy. Freak. Playing close. We'll be able to collect himself. What? Let's see if his texture can keep their godlike performance from him. Oh my god, he can, bro. He can, man. Swing out. It's gonna be locking up. It's a slow push out into Munch. Hello, my frie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In this video, we enjoy the best plays and moments from VCT Pacific Stage 1 Grand Finals. Between the most aggressive team in the world, now we're united with the God of Chaos, Paper Rex, versus the second place of Masters Madrid and the current champions of Pacific, Genji. This game, my friends, is...And you always be legendary. Dexter with the sheriff. Five. Oof. God damn. Lots of damage already taken. Back away, bro. Back away. Neil's going across as well to put something in Jing back up towards 100. As there's the entry. Meteor here in the smoke, getting a timing. Good trade by Mind Freak. Mind Freak is right there to find the punch. Headshot from Texture. Look at this guy. One with that sheriff gets himself a second. He's so good, man. Considering his HP, that is an immense amount of value. Brings it to a 2v2, but HP bar is very much.Not in the favor of Jin Jing at the moment. And he got these two kills, man. Four Forsaken. If he can suss out where the approach is going to be coming things. From, he can very easily shut this down. Jin Ji's got to stack up. One has to play bait for the other no matter what, just because of the HP. One enemy spotted there. There's a headshot. Something will be able to collect the final two kills. One, three to zero, Paper Rex. In towards B. Only count on
that upper at the moment as he's going to be taken down. That outlaw able to find the kill. The dink is there, and Jing able to pursue. Look at how low pen. Easy they make it. Comes up with one meteor, pushing that timing out of the smoke. Does manage to find two, interrupts the plan. Okay. Now, there's two rounds, man. 2v3 with Munchkin down to 40 HP. Texture needs to deliver. Showstopper also available for Jing should he feel the need to pull it out, and he will. Might as well. No, there's nothing they can do. He's got to pull back around the corner. Buy so much this might even force Jinji to go for the save, right? This yeah, is their first fire round. They should, like they should said, save, man. Healthy on the creds either. You already had to waste so much time. You only have two people, and you can't group up on this B site. You have to create crossfires. For now, still situated forward, waiting to see if they can spot out anything. If anything comes their way, if they could try to shut it down. Munchkin playing on the corner, starts inching die. His way in. Jing not seeing the gun barrel there. Might be able to get the catch here, but Jing now in position to maybe get caught, but no, they decide yeah, to back man, away. They actually got lucky, one. Man. Yeah. Vapor X is a different thing, time man. Called, rather, I should say. Jing just running him down, Meteor. Even though T1 plays similar line. Compositions, these guys first and foremost. Are totally Jing different beasts, man. Aware of this, but I'm not sure if he's going to be fully prepared for the double duelist stack here. Needs some attention drawn over by the site. Swings out. Oh, he's gonna be able to my God. Showstopper now drawn out. He comes bouncing forward. Sends the Showstopper, not able to find anything over there at the entrance. It's a bit actually, of damage onto the vibe. He's one of my favorite places to watch it nowadays, man. He's so good. In position for a monster's backstab as Mind Freak will get flushed out. Taking out, spotting one. Sends the shot, tries to get steady for that second, but cannot. The fuse now being held. Devi will get taken down. Good round, Gen-G. Man. Good round, Gen-G. Just a bit of adjustment on making sure that you're still aware that you're still playing against Gen-G. Yes, it was easy the first four rounds. Is he really going to just try to hold it with the Odin? Because he does have the Nightfall as well. That could be huge, oh but the door God. Opens. Hunter's already, but yeah, backs away. Only gets a smattering oh, damage. I was going to get a kill there. Not gonna lie. In the back side push oh! up the top of the road, but oh my God, he gets around the corner just fast enough. Something unable to collect that kill. Texture now arriving over a drop. There's the Nightfall coming through. Interrupts the plant. What a dodge on the flash, and Texture immediately snaps. Oh, look at this guy. Oh my God. Yo, yo, yo. This is a problem for Paper X, man. Texture is feeling it, dude. Just leads to the timer. This is a dangerous man. Dangerous man. Very dangerous man. Texture will fall. Mind Freak stopping him from fighting. What a save, my God. Back out into sight because he knew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that it was still a fake. I mean, I'll still give that credit was to Logia for trying to jump off of that Rolling Thunder as well. Man, so clean, him a bit of that so edge to go clean. Seeker's gonna fly. Texture shows up cool. Sends it. Something gonna be taken down, but not before Logia does fall. It's a little bit of damage. Blast pack trying to slow up the approach. These guys finds on fire today. What did hand. He have for breakfast, man? Steadies, tries to snap it up for seconds. Of course, he's only him. Singer in hand is able to take down Charon. Man advantage now here for the side of Paper X. The plant coming through. Lockdown sent. It's being watched from the opposite side by Munchkin, but now that smoke oh my comes God, in. Oh my God, cuts oh my God, him oh my off. God. He's praying across. He wants to try oh to no. them. Lockdown is now destroyed, and they know his position. Hit the bag, guys. Tap on the spike. Meteor trying to draw some attention away from his comrade. Trying to bring them back over into the site. And so far, it's worked a treat. Two of them swinging around the back, but now Munchkin spotted at Meteor. Damn, man. Paper X. Not fast enough to pull the trick. Shoulder okay, last run of the half. Back and forth. There's a reveal good on night. The two. Paint shell's going to be sent in deep, cutting off the oh reinforcements as they are charging up. The spray is so damn wild. This Jing tries to make what something what is going happen on here, man? Let's watch the classic. Catches somehow, suddenly, it's a 3v2 it's situation, man. They might just be able to make this a 6-6. Munchkin shoves back as the Rolling Thunder cuts across. Now they don't have that four post plant. Munchkin, Meteor. Meteor, especially on this C site, has it's worked crazy miracles that in the past, but this having time, such a he will great be game. Denied. Planted. Jing finds himself and a third. Munchkin spotted, fault line coming through. As up over the top goes Jing. 4K for Jing, close man. The god of chaos. Race. Oh, something. Something. City they know something, man. They know. He's crept out now behind Mount. Spotted. He is one shot. He will be taken down. Poor guy, man. Had no chance. Two that, to the man. Box, one into the chest. Something is dead. First blood found. Meteor now starting to creep forward. He's taking one to take the challenges. Texture finds himself a second kill. A headshot there on the Mind Freak. Helps open up that C site. Now it's wide open as Meteor also is able to find Forsaken. Get some damage on the Divide. Good fist of Jing Jing, man. The Jing Jing guys are using some old school mouse bad, man. Backward. And now fully blinded up. But Charon still able to come away with the kill. Divide going to be taken down. Not that much damage going to be found here by Paper X either. Only Texture at 82. Swing onto the corner. Oh. Quite a bit of damage is found there, actually. It's Mind Freak. Playing close, will be able to collect himself what? Two more. Oh, what? Has to go for the reload. Why did Paper Request, bro? And Meteor will bail them out.
pulled the lion's share of the players away. Second swings, goes for the challenge, but Charon is able to win that out. Waits out the paint shells, looks for Charon, puts one into his shoulder, ooh, continues the challenge, and Charon is just up to it. Shuts it down, something dead over at C-Door. Oh my god, man. Finally brings I'm gonna lie, I think he's gonna be winning this round. They're gonna win the game. It's a 1v1. He's so clean, man. This guy is so clean. He's so good. Time out. Angel's coming through. Texture way out in front. He's gonna mow down too. Mind freaking Ching. Bolt is taken down, and time again, Jin Ji just have the answer off the back of these timeouts. Boombot gonna be sent. Device still tucked in behind the box. Paint Shell goes in deeper than that. By swinging out, tries to look for a little bit more, but so far it's only gonna be the kill under the race that he is able to find. A-Site now completely opened up something, working his way over towards Baby Door to try to challenge Forsaken here at stairs. Swings out, looks for Munchkin, but he's the one being found. Something now with everything to do, and only he's able to find the one. Valorant, man. Just bouncing on one side of the map to the other. Blades out for something. No tags. Now looks to get this pretty pacey. Yeah, no tags, but that knife tags ahead. Looks for a little bit more. Unable to get that one, but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Mind Freak collects Lockia, collects Texture and Forsaken, pushing out. Does find Meteor. Gen G. That's the Pepper Xeno, man. Normally, the ones they were doing the crunching, now they get crunched. Not much money for Gen G, man. They gotta save this. As everybody good luck, dude. Good luck. Time out. Something in the meantime, crept forward, tap on the door. Texture, still just saying, screw it, I'm going in. Goes diving forward, all in his lonesome now inside the site, oh, but no. Something unable to hold that door, ends up falling, but Texture traded out at the same the time. The boss is dead, bro. Players, far teams, far. I should say, down a duelist. Yeah, Gen G. Boss over in towards C. Nightfall gonna be sent, but Forsaken does manage to dodge this. Smart from Forsaken, his position's gonna be hard to read. Jinx, oh my god, a lot of damage. So much damage is actually going to be Divine. Now he's here! To come up with that one. Now the pick going to be dropped in. Locked, however, able to take down Forsaken. Jinx dead. What's happening? Away. Comes up with another one as Mind Freak will fall, but Munchkin dead means the pit gets dropped, but now Divine in a 1v2. A lockdown also available, Meteor but Spike not yet planted. He's trying to isolate, oh, they double pick him, man. They are playing so good. Magic point for Gen G. 12-9, my friends. Over towards A, Texture Meteor got the lockdown. Very far forward. Jing swung around the side. Texture gets in behind him. Oh my. Jing's not aware of how deep Texture had gone. Swing forward. Texture instantly snaps on. Finds the eyes for Texture, man. Ends up getting clipped. Mind Freak off the flank with the TV4. He's trying to take control of Rubble. The Charon is swung around the backhand side. This guy's incredible, Mind Freak dead. Now just leaves Forsaken and something all in their lonesome. Up in play. And they know. Munchkin on the hunt. Finds him. For a second, now it is all down to the captain, the IGL Forsaken. To try to drag this one back to keep them in this map. But it seems like Gen G may have just done it. TP across the map as they get situated there on C. Losing the best king in the game, man. No idea where any of them are, realistically. Yeah, I mean, sure, you know the spike has to be going down anymore, over man. On the C side. It used to be. But you saw that lurk coming in from Munchkin. The fact that the dash was heard from Munchkin gives him that free kill to something. And Forsaken spots the jump. The footsteps heard. Lockia gives the call. No time to play with ambiguity realistically here, but Forsaken still. Yeah, man, this is in, cutting across situation B, just for clear out as many flank angles not gonna as he lie, man. Can,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he's got all the players corralled down the end of the site. There's the first. Charon going to take it down the fault line. Nothing's impossible. Sent. Not for him. Not spotting much of anything, though. Actually, as he trips man. Across G-G. That fight, he will fall. Munchkin will take him down, and Gen G will kick off this grand final with a map victory on Lotus. Paper X's map pick. A Gen G just proving once again, if it's just firepower for firepower, it is not a free win for Paper X.